腾讯视频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R1SC Rise。R1SC Rise 成团满月冷知识初评级，考核现场全程高能，十一位成员们集体生活背后，既是灵魂伴侣，也是淘气冤家。当大势男团对上热血歌迷，到底谁更炸？马上开考哦，不，开考！答题规则：第一届 R1SC Rise 冷知识大赛正式开始，考场内允许交头接耳，各位合唱发起人可讨论后给出统一答案，但不得携带电子设备或寻求场外帮助。请听题。电子设备。等我考试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跟你说，我就关机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在孙国藩的全员翻捐结束的那天的团体照里，谁留穿黑裤子？就是男黑裤子。夏之光也是黑裤子。我的第一个是什么？完蛋了。好，姚老师来说，他知道。我们派出我们团队最不合群的姚老师先回答。最简单的问题。因为那天好像就是我没穿裤子。最不合群的人，你还来回答这个问题？我们团没有什么特点，就是自觉。就假装是那天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楠楠没穿，他穿了黑白裤子。黑白，我什么时候有黑白裤子？才第一题，大家稳住阵脚。我宣布，可以不用比了，粉丝获胜。走，那你自己还不知道？忘了，有点。年轻的孩子都喜欢艳一点的颜色，不喜欢。好，倒计时五秒，锁定一个答案。3、2、1，走。好，回答错误。漂亮。佳佳，你在鼓掌什么？哎呦，佳佳，也许佳，也许佳，回答正确。哇！当年男队创造盈利成功。这我，这我肯定知道。炸鸡、奶茶、零食都有。小零食、炸鸡，能骗到奶茶，还能骗到炸鸡，还能骗到一些小零食。他每次骗完之后回来跟我分享。奶茶、咖啡，然后泡面，有几个能提示一下吗？其实你已经答出来了。好的。好，那就算过。请问何洛就猜个100万吧，500多打折了。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，200多嘛，200，对啊，200多。我们怎么知道啊？268，98，298。6月8号出道日，268，不知道啊。你都不知道？我买了三件呢，80块钱一件。哪有80块钱一件的衣服？咱们统一一个数字，268。299，我们问一下股票大神人好了，来分析一下，差不多，268，好，那就268。正确答案是299.5元。299.5，你说是200块，我相信这个问题粉丝应该也不会比我们清楚。299。啊？他济男孩赵亮在自己的 vlog 里学习了哪三种技能 ？Wink，wink，wink，wink， 自拍。Wink 画画，东北 R&B， 东北二人转，那个跳舞那个吗？对，然后还有 Wink， 还有一个不是别的。公布正确答案是 Wink， 东北 R&B。夜深了。和魔镜舞蹈。源头在创造营宿舍看的书的书名是什么？从零开始学炒股。从零开始学炒股。哎，从零开始学炒股。从零开始学炒股。真的假的？回答正确。好啊。刘也在《大岛日记》第5期里，羽毛球比赛赢了之后唱了什么歌来庆祝？是什么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歌，然后古早的。对，对，刘也听的歌比较古老。搞笑吧？是好日子，好日子。自答吧。那个大河向东流啊，我猜也是这首。夏之光的踢腿记录是多少？两米。回答正确。200米。啊，不是200，不是。他在我旁边，我跟他一起踢的啊，咱们仨一起踢的。他是210，都超过那个架子了。他在暗示我是22。2米1。来，队友，我们一起啊！3、2、1，2米1，过了2米1，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？回答错误。你看2米，我是对的。没有，我跟他一起踢的。日本人给的答案。
他其实两米一还在，其实两米八其实都绰绰有余，但最后因为考虑到大家的感受，就勉勉强强踢了个两米一，谢谢。再站起来，请在5秒内说出两种及两种以上摇圈会翻的东西。翻的东西。后空翻，跟前空翻，翻脸，翻锅，有这样子。翻白眼，翻锅，翻白眼的周震南，翻锅，翻什么？后空翻，后空翻，翻炒锅，翻炒锅，对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是翻你用翻钢炒翻锅都是他会翻的。好翻的很，他那个技术一般。大家准备好一会儿尖叫欢呼啊，夸张一下。下面哪些是翟潇闻给自己带过的话题？都带过。我有一次看到他微博底下评论，给自己哗刷了一堆话题，就是这种画风。来，全报 A B C D， 满上。答案是 A 和 B。就多选题。我都带过呀。没有。C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评论，并不是别人的。这玩意就没意思了。这开始微微闪亮的刘海，刚才我读的里面只有刘海。啊，漂亮！漂亮！快进去啊！你说的我都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我说了啥，我只记得只要没帅，啥都记不住。记住这个就够了。在《野史家》已知未公开的童年照中，以下哪件衣服是他没穿过的？我都不知道我公布了什么童年照。等一下 ，B 不对 ，C， 我们这里有色弱。我怀疑你不尊重我们的团员。A 吧 ，A B， 就没有那个夹克。没有夹克，有，他打电话的那个有。答案错误，答案是 C， 棕色夹克。说嘛，我说嘛，什么打电话？这哪吒也绝了，嘉哥。那个不是荧光绿，那是蓝色。是色弱吧？跳水，对呀，超纲了这期，超纲了，你这不能让我们今天还搜索兄弟们的历史啊！张延奇曾经用纸箱进行过哪一项运动？我们不在乎大家过去是什么样的，对，很享受现在拥有彼此。赵磊在《王者荣耀》里最擅长什么英雄？我知道阿珂。我就记得第一个是阿珂，后面还有两个。五子策跟司马懿，是吗？最后一题，加分题。请把下面图中的嘴连到对应的人名处。来，第一个是夏之光，人豪。第二个是张琪，刘演和洛洛，人豪哥，人豪。哇，你怎么歪的？你好烦。赵磊，磊哥，翟潇闻嘴巴比较饱满。赵让，这个是我。姚晨，这个是佳，排除法。哎，我刷了那么 easy。我觉得能赢，不可能，答案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他是不是有张夹克？对，他有张夹克，明天就我们就是答案。我以前看综艺的时候都会快进，然后那一场是我第一次完全没有快进的看。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是可以付出很多努力的人，就觉得很值得我喜欢。从那么小就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事情。然后一直为之付出，一直做到了现在，我觉得很成功。